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小禅童。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地动仪吧？地动仪是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，可以测出哪里发生了地震。地动仪有八只天蝉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只。今天就让我做你们的小导游，一起来探索地震奥秘吧。地球内部结构，地球的内部为同心圈层构造，由地心至地表的各圈层依次为地核、地幔、地壳。你了解我们的家园地球吗？从太空望去，有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。地球的内部像一个煮熟了的鸡蛋，地壳好比是外面一层薄。